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係美國時間2023年7月6日星期四，而家咧就中午啦，12點。嗱，依棵咧就係啲燕菜嚟嘅，燕菜 OK。咁咧就驚有啲昆蟲啊、動物走嚟搞啊！咁就攞個網咧，就網住佢 ，OK， 網住佢，咁就防止啲嚇啲昆蟲啊，或者有啲小動物啦、啊、嚟去騷擾。大動物就搞唔掂啦，但係一般就冇嘅。睇到個網，又諗起阿直講啦，阿直嗰次就彎住條腰，真係見到佢咧老咗好多。以前腰板直直係嘛，真係好有型，我都好想佢係我阿爸真係。咁咧就攣曬咧就背向觀音嚇、啊，阿直，你背向觀音啊！當時咁就話咧對啲黃絲黑布啊，網開一面。咁你可能唔係全部嘅，話對啲年青人嘅啫。咁啲銀髮族點先？啊，唔係年青人點先？啊，嚴正執法係嘛？對年青人就網開一面係嘛 ？OK， 咁咧就政府就我都唔記得佢哋點答你啦，唔知有冇答你，有冇回應咧？如果我係答你咧，就一個字啦，嗱、啊。咁喺6月9日咧，我就其實就特別日子咧，大家都記得。咁就我開始錄嘢嘅，放嘢，咁就放咗阿胡飛首詩啦，就係叫醒醒，所以個節目就叫醒醒。OK， 希望啲香港手足咧就醒醒。啲天使又醒醒 ，OK， 咁咧就呢首詩其實包含咗民主、自由、法治，係嘛？你哋追求嘅嗱，再睇睇啊，再睇睇首詩，民主手足黃台瓜，自由天使。嚴青蛙，銀髮痔瘡，呃蝦條，不如回家陪爹媽。OK， 當時就係2023年6月9日，就係嗰日。呢首詩係咪嗰日寫？咁啊唔係啦，梗係啲字就係嗰日寫，當然咁就都係諗起阿直講嘅黃台瓜啦。啲手足係嘛？民主手足。其實末日㗎啦，當時以為，當然而家係有暗湧啦，你發現，咁就但係咧啲手足識諗咧，都係做翻正常嘅日子過啦，係嘛？唔需要再搞咩啦，未拉嘅咪繼續做翻你平時咯，拉咗嘅就等上庭啦，當然冇辦法啦，係嘛？受到法律嘅制裁啦，咁又去。中谷啦，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，全世界嘅法律都係一樣嘅。無論你海洋法又好嚇、啊，大陸法又好係嘛？香港所謂普通法咧，即海洋法咧係嘛？都係中意你坦白從寬嘅，係嘛？認罪兼交嘢咧係減刑嘅 ，OK 啊？你都睇到啦，好多自首嘅判刑係會輕好多嘅。OK， 好啦，嗱，第二句咧就係、是、自由天使嚴青蛙。啊，嚴青蛙可能你哋有啲年青人唔知啦。咁而家就有啲睇下有冇懷孕咧，咪去萬寧啊、屈臣氏啊嚇、啊、都有啦，買啲驗孕棒啊嘛，咁咪好方便就係、是、驗。咁以前咧就叫嚴青蛙嘅。唔知係咪真係攞青蛙驗我嘅又唔知啊！成日話驗青蛙就要去啲醫，要啲有啲應該醫生可能係
咁嚟攞啲青蛙同你驗得你有冇懷孕。銀髮痔瘡壓下條 ，OK？ 痔瘡咧，我係專登寫嘅，因為髮痔啊嘛，銀髮啊嘛，係嘛？銀髮痔瘡啦，可有可無咯，喺個肛門邊 ，OK？ 經常有啲米田共春入嘅 ，OK？ 壓下條啦，係嘛？佢哋心術不正嘅好多，係嘛？寫張遺書，係嘛？再壓啲。無知少女啊，無知天使啊，以為係嗰啲義士嚟嘅，雖然佢銀髮啫，獻俾佢啦咁樣係嘛？義士呃蝦條係嘛？其實好多非常卑鄙嘅，佢都差唔多死啦，寫嗰啲遺書有咩問題啊？不如回家陪爹媽係嘛？包企陪阿媽阿爸或者啲兄弟姊妹 ，OK？ 就算親戚朋友都好係嘛？唔好再搞呢啲，有壞冇好。而家法例越嚟越嚴，係嘛？有國安法，遲啲有埋基本法23条，更加嚴厲。OK， 我就提議咧，由1997年7月1日開始追究。OK， 由嗰一開始，邊個干犯基本法23条裏邊任何條文，啊，馬上觸犯法例。OK。因為你係應該知道要守嗰個法例噶嘛，係嘛？香港法例係假定任何人識法例噶 ，OK？ 就算你遺傳嗰啲阿嬸啊阿叔嗰啲係嘛，又有名指病茅埕嗰只嗰啲啊，冇讀過書嘅，都當你識法例噶喺法庭裏邊啊，以當你識法例嘅情況去。去審理的 ，OK， 好啦，下次再傾啊，阿直啊，有冇聽啊？阿直起身啦喂，阿直，唔好瞓到直一直先得噶，係嘛？